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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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姑妈咪，你走去倒位，你还不叫还倒位，你敢知？是啊，麦克，姑姑妈咪回来吼。回来就好啦，回来就好。啊，刷落来吼，受伤的你的人吼，一定要付出代价啦，这个孤独一定要讨回来啦。 姐，你即摆倒来啊？做你讲，是虾米人害你的？你一定敢要真意外？我明明和林子倩靠伫海底，现在即马，阁会当出现伫你的面头前，对无？ 林子倩是感动的，村的阳气已经无够我回去啊，在这么深的海底，也无可能有人注意到我，继续等落去，嘛只是在拖时间尔。 不如，都卡早结束。 爸，妈，是嘞，昨夜无法度继续有好哩，差点原谅我，所有爱我的人，是嘞。 我家在天公边啊，
无比稳健，只好好活嘞，伊及时出现，才会当救你的性命。姑姑妈咪甲文健结讲，拢平安无代志，这是最近以来听到上好的消息了。太郎的风是爸爸种，你为着安康你的罪行，把亚杰一个人扣在海底，让伊抱着去，让阿西反背绝情。 我落去的快乐拢无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人。你为着王亚杰写这么大只计划，你自讨到尾拢咧。你对伊这么有情有义，敢真正只是闺蜜的感情？你是不是白气到？恁两个感情绝对无遐尔单纯。 到这个时阵啊，你搁想要说人，我搁亚杰的姊妹仔情，你这个人真正有够可恶的，你！亚杰，阿姨就感谢你搁我的。 子谦，伊嘛甲你下死嘞，阿姨代替我这个不好路甲你背罪。哦，哎，玉华阿姨，来起来，你莫安尼啦，林子谦的罪，伊系家己担，家己无关的。大家休息。 你声声句句讲你上重要的，就是你的妈妈。讲你妈妈是你的底线，你有看到无？就是因为你的自私自利，造成我母亲生的歹代志，害你妈妈伤心自责。你根本就是一个真歹料的不好主意。你若是要替我妈出气，我无话通讲。 你当然嘛无话通讲啊！你放生亚杰，佮爸爸的囡仔，你害亚杰，兼无法度好好活落去，好加一个文静杰的出现，那阮老家每一个人，无法度去见到亚杰啊！若是亚杰，较早有我知影有新的代志，甲我讲，伊根本都唔知影，拄过来的时代是安怎样形容出现，唔是超工要温暖我的。 我嘛无可能做出伤害亚杰的代志，我来做嘛是为着要自保啊！你真笨手啊！啊，这款无天良的话，你可会出来？你甲亚杰害家的呢？啊，你讲讲较后面，说你真有道理共款。我操！我拜托爸，拜托爸。 是我的不对，我会悔改。上无你嘛看见，也一个巴肚内，还佫有我的囡仔分享啊！陈道俊，你敢有这个病？想要怎样害你害死囡仔？阿姐，感觉你这个囡仔吧。 这回命孤条的，也不过囡仔煞无去，可能是我巴肚内底囡仔牺牲家己，想要保存我。 这两个嘴皮，是我替我害你害死的囡仔拍的。这个嘴皮，是你诱拐我的红婿，甚至佫想要把我害死。啊！你是冲啥啦？啊！你是怎啊？啊！我怕我家己。
是我怪我家己戆，我袂晓看人，所以才予人有机会破坏我的婚姻，破坏我的家庭，甚至无法度好好保护家己的囡仔。雅姐，雅姐，我知今晚不管我讲啥，你拢袂原谅我的。也不过，我若是早知影你有心，我都袂做出。无可能做出什么，无可能反背我，无可能想要把我害死。你敢不是人啊？我早就应该爱结束跟你的婚姻啊！啊，不过我忍心，才让你一错再错。金妹啊！你无代志，是安怎无较早跟我联络的？我代志较慢才跟你讲，请我替雅姐讨些公道啊！陈东旭，你这无情无义的家伙！啊！那不是鬼，只是广告鬼，雅姐就真正变作狗混家鬼了。我会当面膜，是啥面膜？你根本都不是人！你给我打我啊！我叫雅倩跟你离婚，隔壁夫人继续纠缠，把两个铐起来，请大家放心啦，我已经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押票，若是有需要，请相关的人员过来配合证词。把人抓走！哎，子谦！哎呀，子谦！子谦！吴玉华，哎，你干嘛？啊，哎呦！哎，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他睡你啦！哎，子谦，你这是要跟妈妈缠了你？你不爱听妈妈哦。惠弟，您就认为讲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狐狸精，所以你莫在这哭，真正让我感觉足恶心的。像你不好的话，你还跟我出嘴呀？你是无可能你妈为了你的代志，要相信老目屎？我也无叫伊留落来。你若是真正这样不甘意，就紧把伊带走。莫让我看了惨。妈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去袂认得你啊呢！你莫爱认错，莫爱回事嘞。袂输全世界的人，都是你同款。敢讲你真正爱碧华阿妈，还有我，因为你，我都给丫头做良心。在内底你徛伫罗家迄边的时阵，你就已经不是我的后生啊。所以你莫阁想要用亲情来威胁我，至少对我不好。刚刚你真正放袂记啊！你当年为着要领我，你讲你辛苦奋斗十八年，妈。好啊啦，你是讲煞袂啊？规日我早就怪是一个人啊，无，咱规气切断关系好啊。宋丽华，恁两个要给我听好清楚。你今仔开始，咱永远拢莫阁有交叉。